美丽人生美容瘦身工作坊，特别注重准妈咪产前及产后的美容和纤体护理。我们专业的美容师可以减轻在怀孕期出现在脸上、手脚及腰背的不适症状，以及预防一些产后的皮肤问题。再配合精心设计的产后护理疗程，确保你在产后能以最短时间以苗条身形带着你可爱的宝宝出街。为了更有效更全面照顾每位爱靓的妈咪，我们更加推出了两种非凡会籍，让你感受更尊贵更贴身的美容护理服务。我们相信每位准妈咪或者以为人母的都一定喜欢拥有这一张美丽人生卡。现在就等我们看看其中一位准妈咪的故事，你就会更加清楚这张卡的好处了。老婆啊，做咩咁悭嘅？迟啲仲要悭啲添噃。老婆啊，你好似好多嘢担心咁嘅。我梗系担心啦，老公。我今日上网啊，睇咗嗰啲怀孕妇女嘅资料啊，原来咧佢话怀孕妇女咧会出现咧啲皮肤变差啦，又会出雀斑啦，颈纹会变深啦，呢个身咧会有水肿啦，肥咗又会瘦唔翻，脚咧又会抽筋啦，嗱啲青筋又会出晒嚟，仲会周不时腰酸骨痛添啊！哦，原来你担心呢啲啊？呢啲问题可以解决噶嘛？就算可以解决啊，都要使好多钱啊，老公。老婆啊，你唔使担心喎，我已经为你准备咗张卡，可以解决你头先所讲嘅所有问题。多谢老公，张卡咧？听日同埋你一齐去攞。好啊。咁我哋食晏时候喺佐敦地铁站上面嗰间银行门口等。银行。咁依家食得饭未啊？食得啦。不过唔好食呢啲啊，我哋即刻食啦！吓，又话要悭嘅。老公啊，嗰张卡唔系银行啱啲咩？银行唔系，唔系去银行，唔通带我去 shopping 任碌张卡？不过睇落又唔似啊。两位请埋嚟坐一坐啊！老公啊，你带我嚟呢度做乜嘢啊？阵间你咪知咯。我一睇就知呢度系美容院啦。你睇下啲装修啊，哇，啲收费一定唔平嘅啫。我惊你俾我张卡唔够用啊。唔使担心，梁生。呢位咁靓嘅，一定系梁太啦。系啊，我今日带佢嚟就系想佢睇下呢度地方，同埋想亲手俾呢张卡佢。唔系啊，妈，老公，你又话呢张卡可以令我健康美丽，唔使担心钱嘅，点解唔系信用卡，而系呢张卡啊？吓，乜你以为？不如等我帮你解释啊。因为呢张美丽人生尊贵会员卡已经包括咗产前同埋产后嘅护理，有啲甚至可以喺你坐月期间提供预约上门服务添。美丽人生致力为孕妈妈服务。在产前产后护理方面具备了丰富经验，拥有多组专业人士，中医、营养师、培月和购买各国先进仪器，地方宽敞，豪华装修，环境卫生，实力雄厚，深受孕妈妈们的爱戴和推崇。美丽人生孕妈妈服务针对每一位孕妇的不同情况，
特别推出瑞典式三阶段孕妇护理疗程，专业按摩师为孕妇舒缓各种不适和痛楚，更加有多组不同界别的专业人士就孕妇在饮食、运动、生活等方面提供宝贵的专业服务。总括来讲，美丽人生在孕妇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提供最贴身的照顾。怀孕期间可不可以做护理啊？妇女在怀孕期由于体内荷尔蒙的变化，身体会产生各种不适，例如腰酸背痛、抽筋、水肿或者青筋浮现，而皮肤方面又会有妊娠纹或者黑斑。其实怀孕120日，即是4个月之后，已经可以接受一些手作的护理，例如瑞典式全身或者局部按摩护理，或者针对预防色素沉淀的护理。为什么怀孕期间要接受护理呢？很多孕妇在怀孕第120日之后，身体开始会因为肚部的重量而引致腰酸背痛，下半身呈现水肿、青筋浮现、颈纹加深，面部身体呈现色素沉淀。但偏偏孕妇会在生育之后先去做补救，但是已经太迟了。在怀孕期到了第7至8个月之后，如果日常没有接受身体护理而令到身体循环弱了，身体会出现以下的两种情况：一、下半身出满湿疹；二、四肢肿胀和呈现色素暗哑，原因身体的毒素因为身体的循环减弱而引起。产后接受护理的重要性，时下的女性一旦生育之后，只会顾住怎样将身体可以加快变得纤瘦。其实生育之后，如果可以接受适量的淋巴按摩和腹部按摩，可以快速令到身体里面的水分和湿风排出体外，身形亦都会即时达到纤瘦的效果。然后再局部针对性地接受合适的纤体护理。除了以上的独特按摩之外，美丽人生还安排了国际中药中医师工会的医师和你调理身体。美容师除了有国际认可的美容师文凭之外，公司还会提供坐月认可证书培训课程给各入职美容师，令每位同事都能够明白如何照料产前产后的女士，令每位客人可以安心接受公司的护理。除了刚才所说的服务，这张美丽人生卡也都包括了中医师上门跟进服务，送给精灵 BB 的礼品和送给妈咪的生日礼物，可以无限次参加产前和产后的保健工作坊和光学面部护理。所以这张美丽人生卡绝对可以令你这位准妈咪更加健康更加美丽。至于你不用担心钱的原因，是因为李先生已经帮你给了钱了。哦，原来这样，乜产前和产后的护理真的这么重要吗？当然啦，因为我想你和 BB 都一样咁健康咁美丽咯。产前的服务可以减轻妈咪在怀孕期间的不适和安心孕育小宝宝，产后的护理就可以帮妈咪尽快修身苗条，以最佳状态迎接美丽人生。那你现在清楚未呢？咁清楚晒啦。女啊，老公啊，老公，呢度嘅服务咁周到，环境咁舒适，啲设备又咁先进，咁一定使到好多钱噶啦。放心啊，老婆，呢间美丽人生美容瘦身工作坊咧，并唔似坊间嗰啲美容公司咁样，呢度收费好合理噶。我哋除咗价钱合理，同埋为准妈妈度身订造服务之外，最重要嘅系我哋强调养生美容、健康瘦身，呢个亦都系我哋美丽人生嘅理念。老婆，咁你明白晒啦。咁你依家仲要唔要张卡先？梗系要啦！你咁迟啊，先带人嚟呢一个咁好嘅地方。如果你早啲讲啊，就唔使我由同 B B 开始啊，担心到依家咯。张卡系咪即刻可以用噶？梗系啦！我唔可以即刻 book 翻个 treatment 啦。刚才嘅故事，相信每位太太都希望发生喺佢哋身上，因为美丽人生会即刻背后所代表嘅，并非单单系嗰啲美容护理服务同埋先进器材。更代表了你另一半对你的呵护和关爱，只有这样你才是一位真正幸福、美丽、健康的漂亮妈咪。美丽人生美容瘦身工作坊，一个真正照顾你终生美丽的全方位美容中心，快点来佐敦地铁站上面的明珠广场找我们吧，查询电话 3586-9891。